带你一起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甘榜布洛乌鲁263名地主获得7570万令吉的赔偿。古晋南市市政局获得全球认可为老年友好城市和社区。基本急救知识可在运动期间帮助挽救生命。立即为梅里八户火灾灾黎提供援助。下捞月2024年特聘教师已充足。Salam Sarawak Maju Makmur， 欢迎收看10月14号星期一的乌卡华语新闻。你好，我是颖莹。甘榜布洛乌鲁263名地主今天获得总计7570万令吉的赔偿支票时，露出幸福的笑容。上述土地赔偿金涉及124路土地地契和一路土著习俗地。沙副总理达多阿马尔阿王登啊，在沙部长夫人协会大厦主持赔偿金支票、土地拥有权以及房屋钥匙移交给甘榜布洛乌鲁物主仪式。在分发房屋钥匙时，甘榜布洛乌鲁一共有60名一家之主获得达鲁哈纳房屋计划的钥匙。至于赔偿金，则由土地保管发展局与天然资源和城市发展部、土地局以及房屋发展机构一共同负责。同时，纳多阿马尔阿王登啊，在移交仪式后向记者表示，目前为止，达罗哈纳已经为三个甘榜以及敦达多巴丁基阿邦哈吉穆罕默扎勒胡丁路及德马路附近地段的住户完全564个房屋单位。94buah masih dalam pembinaan dan kita telah pun agihkan kepada 318 yang telah percaya. Hari ini kita menyerahkan kunci untuk 60 penerima yang percaya.此外，其余94个房屋单位预计将于2026年完工。同时，在第13个大马计划已规划1545个单位，第14个大马计划则规划418个单位，使房屋总数达到2621个。同时呢，达多阿马尔阿王登啊也表示，在已建成的564个房屋单位中，一共有557个单位做出三个甘榜，包括甘榜布洛乌鲁、敦达多巴丁基阿邦哈吉穆罕默扎勒胡林路以及德马路周围地段住户提供新房屋，而其余的七个房屋单位仍在处于提供文件的最后阶段。古晋南市市政局的努力赢得全球的认可，正式被世界卫生组织纳入全球老年友好城市和社区。老年友好城市不仅注重基础设施和政策，还注重缔造一个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安全公共空间、可靠医疗保健、支持性房屋和有意义参与社会的机会的社区。沙副总理纳杜阿玛沈贵贤医生指出，这一项成就超越全球的认可，它旨在激励整个社区，包括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和各级政府共同努力达到的国际标准。Age friendly is part of inclusivity. So child friendly is part of inclusivity. And not only part of inclusivity,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se areInternational standard of recognition, not just because we are Borneo standard. Now we are world standard, you know, in line with Sarawak nation building. 他今天与古晋南市市政局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老年友好城市和社区网络成员推展礼上如是说。这一个里程碑凸显示沙劳越政府致力于将古晋的南区改造成一个不受年龄限制参与或扶植的社区。古晋南市市政局致力于确保这一座城市真正具有包容性，特别是对老年人而言，通过提供安全、方便和支持性的环境，让他们过上有充实的生活。掌握急救的基本知识，对于在运动中发生紧急情况时挽救生命、
发挥重要的作用。Bukit Asih 立法议员钱静一强调，运动员、教练和观众都需要具备这些技能，以便在受伤时迅速采取有效的行动。他星期六在大马红星月会事务分会举行的2024年世界急救日开幕仪式上致辞时表示，运动中受伤的风险，如从脚踝扭伤到心脏病，都是真实存在的。他说，年轻运动员更需要接受教育，了解急救的重要性，以确保在体育赛事的安全性。同时呢，他也赞扬大马红星月会在提供急救培训和教育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这也培养了社区采取快速行动的文化。钱静一也敦促社区所有成员考虑学习这些技能，以便在任何紧急情况下能做好准备，而不仅仅是运用在运动场上。沙捞越交通部部长拿督斯里李景胜昨天探访梅里博迈在野廉价祖屋八户火灾的灾离。这场火灾摧毁了六个房屋单位，另外两个单元则严重受损。访问期间，拿督斯里李景胜敦促社会福利局立即提供帮助，特别是儿童的食物、衣服和学校用品等基本的需求。他也要求大马消防与拯救局调查火灾的原因。这一场火灾一共有51名受害者，所幸没有带来任何的伤亡事故。拿督斯里李景胜建议受害者联系房屋发展机构来了解房屋保险的事宜。沙捞越在2024年的教师招聘增加2180名教师人选，而原来的空缺仅有1140个。沙教育局局长拿督阿兹哈表示，沙捞越政府通过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的努力以及大马教育部的支持得到积极的回应。他也表示，这表明了沙捞越在解决教师短缺的问题方面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Jumlah yang dipanggil semenuga saya dipahamkan memang begitu ramai dan sepatutnya mencukupi lah untuk keperluan yang bagi bulan November ini. Okay, thank you.他昨天晚上与古晋 Imperial 酒店在八大湾区教育厅举办的2023年卓越服务奖颁奖典礼上接受记者访问时如是说。与此同时，拿督阿兹哈也补充，卓越服务奖颁奖典礼是表扬高素质、有活力和高绩效公务员的体现。Mengucapkan syabas dan tahniah kepada PPD Perawan di atas pencapaianDalam bidang akademik, khususnya dalam SPM pada tahun 2023 yang lalu yang sangat memerangsangkan. Dan ini surat itu hanya dapat dicapai melalui kerjasama dan komitmen daripada semua pihak yang terlibat, guru-guru, para pengetua, guru besar, ibu bapa dan juga rakan-rakan strategik kita dalam membantu pencapaian anak-anak kita.在仪式上，一共有250名八大湾区教育厅人员获颁2023年卓越服务奖。新闻的最后，一起来观看由土地保管发展局、天然资源和城市发展部、土地局以及房屋发展机构展开的土地赔偿金支票移交仪式。非常感谢收看，欢迎浏览 UCAS 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同时也请您关注 UCAS 的官方网站 ucas.sarawak.gov.my 和订阅 UCAS 的 YouTube， 以掌握更多的最新动态。